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Donny 阿朗。咁今日咧好好开心可以嚟到呢一个宠物展嘅现场啦。咁点解我会喺呢一个现场呢？因为其实我同大会咧就合作咗其中一个 booth 啊。咁呢个 booth 咧有我自己设计嘅环保袋啦。咁大家会见到咧呢三只咧系叫做啫喱猫。咁啫喱猫其实就系白白、鼻鼻同虎虎，就系我屋企嗰三只猫做原型嘅。咁点解我要设计佢哋做义卖呢？就系因为照顧我是一生一世的承諾，因為咧香港嘅棄養問題其實好嚴重。咁我設計呢一個意念咧，就係希望大家喺香港咧唔好輕易棄養一啲動物，因為其實咧佢哋都係一個生命嚟噶嘛，同埋佢哋冇人類咁好，佢哋可以用語言去話俾你知佢嘅感受。咁但係俾你哋棄養，其實佢哋好唔開心嘅。咁喺我嘅 booth 裏面咧，就會有大會設計嘅 T-shirt 啦，有我設計嘅環保袋，同埋一啲義賣嘅狗糧。咁都係希望咧籌到嘅錢咧，就係幫助翻三個動物嘅團體咁樣咯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KS Media HK